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多谢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，下一站是东风中路，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，下一站是东风中路，请稍等，东风中路。前方事故多发路段，请注意安全。乘客们，请勿携带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上车。发现可疑人员爆毒品，请及时报告驾驶员。突发事件时，请听从驾驶员指挥，迅速撤离，远离现场。谢谢您的合作。梗係要俾叫你嚟叫我打好俾佢啦，因為佢已經同我嘅成身唔通聯網，係嘛？你哥已經睇到佢嘅電話啦，呢種人點解咁大脾氣咧？嚇！依家就冇張畫咁樣住嘅嘛。東風中路到了。请乘客从后门下车，开门请注意。东风中路到了，请乘客从后门落车，开门请注意。关车门请注意。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关车门请注意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。请喺后门落车，上车嘅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停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停车秩序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镇抚医院到了，请乘客从后门下车，开门请注意。乘客依云到了，请乘客从后门落车，开门请注意。This stop is orthopedic hospital. Please get off from the vehicle and mind yourself. 关车门请注意。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发生我乘客于乘车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落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停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停车秩序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，下一站是东风大酒店，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，下一站是东风大酒店 ，Next stop is 东风 Hotel。乘客们，请携带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上车。发现可疑人员爆毒品，请及时报告驾驶员。发生突发事件时，请听从驾驶员指挥，迅速撤离，远离现场。谢谢您的合作。我唔知点样，我而家去同你讲，我再同你讲，你要结婚你就可以拎埋啲嚟，呢个船，我真系忍。有咁落去，我始終都要停。而家我認為咧，佢你唔使理佢啦，你自己你中意點。我而家冇可能再同佢出去，因為我覺得佢係搞事。我點同佢？東風大酒店到了，請乘客從後門下車，開門請注意。東風大酒店到了，請乘客從後門落車。开门请注意。Please stop in Dongfeng Hotel. Please get out from the window and mind yourself. 关车门，请注意。上了车的乘客，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上车的乘客，请特别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关车门，请注意。乘坐车的乘客，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喺后门落车。
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勿有需要乘客让座。谢谢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勿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多谢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。下一站是直信路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。下一站是德顺路。直信路。前方道路狭窄，请注意安全。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关机门门之一，上到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落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车辆转弯请做好扶稳，车辆转弯请坐好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谢谢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多谢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。下一站是羊城晚报社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。我哋转189，我哋呢个站系孖站嘅。多谢。羊城 Evening News。请勿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乘客，发现可疑人员或物品，请及时报告驾驶员。发生突发事故时，请先从驾驶室返回，迅速撤离，远离现场。谢谢您的合作。翻转头啊，你去翻右闸。好啊，即系咁食嘅话，近啲，唔使行咁远，系嘛？去边先？我翻你赤崗嗰边噶。啱啦，转车啊。系啊。即系我哋喺边个站房方便玩？锦城啊，锦城花园近啲咯。羊城晚报社到了，锦城花园近啲啊。乘客们请注意，羊城晚报社到了，请乘客关车门，请注意，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关机门请注意，上到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落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谢谢。东郡广场到了，前往广州省人民来访接待厅的乘客请在此站下车，请您在后门下车，开门请注意。东郡广场到了，前往广东省人民来访接待厅的乘客请在此站下车，关车门请注意，
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巴西姆陈吉尼想坐车的在他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想车的在他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多谢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。锦城花园458医院到了，请乘客从后门下车，开门请注意。等等，上了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上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花千木陈吉尼想坐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拢，请在后门下车。乘车的乘客请自觉遵守车厢乘车守则，共同维护良好乘车秩序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谢谢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您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，多谢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，下一站是天河。上车的乘客请往后面靠，下一站是天河。Next stop is 天河。微笑问候您乘客。和谐有爱满车厢，微笑问候并乘客，和谐有爱满车厢。前方道路狭窄，请注意安全。车辆转弯，请做好扶稳。车辆转弯，请坐好扶稳。Please stop it.